读书从来不是压力，如同呼吸一样，在潇洒里举一把晨曦的微笑。我在这里遇见书的香气，是孟子与苏格拉底的一段穿越，在我的后现代奇迹里相逢。大业序幕，有你有我，而奢华开场。我在这里寻一方属于自我的灵魂，只为成就一份叫做美丽的旷世史诗。如果有主角，写的就是我们，我们师生一起写就的传说。